民众起立，我们一起来唱结束诗歌。我知谁掌管明天，我们每一个人都从开始来唱，坚定。要可能要唱快一点点。天上的飞鸟马雀，他们都不种也不收，你都看顾他们。
你说我们啊比他们更贵重，因为你说你爱我们，你看我们为尊为宝，你说你与我们同在，虽然经过此为不会被水淹没，我们虽然经过火也不被烧灼。感谢赞美主，你的应许如虹，安定在天。主啊，你的爱永不离开我们，你会看顾我们，我们的处境你都知道，像摩西一样什么都不知道，我们也很多事情都不知道，但是不怕，我们知道你会知道，我们相信你会预备，你会负责。哈利路亚，你这么爱我们，你是天上地下的神，你的大能的膀臂护卫我们，引导我们前面的道路。主啊，我们经历各种的以马内利的祝福满满，我们要感谢赞美主，把我们每一个人的重担交托，我们的家庭，我们的儿女，我们的健康，我们一切的需要，不同的需要，明天的需要，以后的需要，我们全部交托主，你一定会看顾的。你说你与我们同在，不要怕，你说不要害怕，因为你与我们同在，你说不要惊慌，因为你是我们的神，你必坚固我们，你必帮助我们，你必用你的公义右手来扶持我们。感谢赞美主，我们来领受祝福。但愿耶和华上帝赐福满满给你们，就像他赐福给亚伯拉罕一样，天上地下所有的福都倾倒在你们的身上。有耶和华上帝，愿他的厚恩来厚待你们，向你们扬脸赐灯光给你们。有耶和华上帝，愿他的美物使你们心所愿的得以知足。有耶和华上帝，他的眼目看过你们出也平安，日也平安。又有耶和华上帝经历你们手所做的工，并加上他的祝福满满。又有圣父、圣子、圣灵三位一体的主所赐给你们的平安、喜乐、健康、强盛、医治和富足，常与你们同在，从今时直到永远的说，阿门。